变男变女猜脸王。各位有答案你就赶快举牌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举牌的先后次序，一边请出第一道题目 ，Go。啊，这个曹文，哎，黄灯辉吧，恭喜答对。哎呦，哦，把它变成女生啊。哦，好，下一道题目出题。这个是不是 Jackie？ Yeah， it's me。蛮漂亮的，漂亮哎，你好美哎，想跟你当朋友哎。哎，跟身体还有一点像啊。有。来个动物。你戴假发又是身体啊。哎呀，我的五官漂亮啊，立体立体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道题目出题。哎，这个我是刀枪。哎，恭喜答对，答对了。好，下一道题目出题。很明显，哎，来，那个炎亚纶吧，哦，哇，你怎么看出来炎亚纶啊？好像另外一个人，嘴巴这里很像，但我怎么知道？哎，这一张还有一点，对啊，有点像林依晨，哦，赵薇，有一点啊。下一道题目出题，谁？关韶文啊？韶文，宽姐，赵哥，赵哥，宽姐。本来就是女生，她怎么可以骗女生呢？笑啦！好，下一题出题。啊！有一个那个凤梨叔叔啊，叔叔，太强了，叔叔，好不像哦，那么厉害，鼻子很像。下一题出题，笑，黑龙，你知道？这你知道？名字怎么讲？我知道是谁，我也知道。来，你去法院那边。怎么讲？不是地方，官方的。一景的话的事情，这个人会讲。对。他其实算对了。真的吗？真。他。外国人不知道。他算对了。陈时对了啦。对，陈时中嘛。对。哇靠！哎，我真的有朋友常常站在左边这个。真的很像民意代表哈，女生的。好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出。题目，请出题。我看得出来。谁啊？哦，拉拉。露露。答对了。露露。不像哦。露露自己都不像自己。对啊。好漂亮。太帅了，还帅。对啊，中东那种。我去走秀。好，来下一道题目，出题。哈？哦，这个。啊。哦。韶文。啊，不吃到别下菜。来，慈妹。兰兰。太厉害哎！蓝，是认胸部，真的。认胸部，好蓝蓝的胸罩是吗？蓝的胸罩。好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白痴啊！就我吧。好。哎，你看起来不光别照顾大家的健康哎。自己。真的吗？自己哦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拉拉，张立东，好像我妈，哎呦，舒兰，哎，不错，你来当女生穿漂亮，穿漂亮，我蛮谁啊嘞，哦，真的哈，好，下面一题出题，啊，很明显，我知道，那个夏荷西，嗯。对，哇，他好适合当女的，因为夏荷西本身妆就很浓。对，我猜艺人妆，我差一点猜那个李千娜。有一点，马上就要决战了，有一个人能出现，最后一题出题。太白痴。稍微。小钟哥啦。哎呀，对呀啊。他当女人反而变丑哈。他当男人那个有棱有棱有角这个感受还算帅的啊，这个算是克夫啦。对。好，最后赢家来我们的豪宅钥匙，恭喜关韶文。你是我喝的烟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老师家了，成为我的歌手梦就是今天。
是这里吗？大吉招财，自动门。超漂亮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老师得了七座金曲奖哎！哎呦，这些东西我都不敢碰哎！你看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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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个中岛太高级了吧？天哪！听说那个地方的设备比这地价还高，不得了！这边也太舒服了吧！平常可以坐音乐剧睡一个下午，看看漫画什么的，还有这种哎，金钱豹。请问老师买的时候知道是金钱豹吗？还是他同事买的？在哪里？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老师在这里。你来了，老师打扰了。你没有按电铃就进来啊？哎呦，我刚才有按，有别人帮我开门。听说这里是百万千万录音室哦。对，这是我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这个秘密基地。然后你今天来算是你的福气。真的假的？我找了那个这个白金等级的录音师来帮你录音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录音师，百万录音师翰林。哦，哎，这是你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翰林呢，是录过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。那有没有遇过真的很难听的歌手，都是你修的这样？不用讲人名。嗯，没有。怎么样？不用讲人名，其实就是关韶文。那老师可以跟我讲哪个东西比较贵，我当然不要撞到就好。那麦克风吗？还是说就我很怕撞到任何东西？哦，没关系，赔钱我们就大热门赔嘛。啊，当然赔。有旧的才有新的嘛。对，好的。对，在这唱吗？还是在哪里呢？你还没有那个发声练习。哦，我在唱歌之前要发声。这个有一点差一点点哦，唱歌我们唱歌很简单的是要用丹田唱，丹你知道丹田在哪里吗？老师我不知道，你帮我看一下丹田在哪里。丹田哦，哎你怎么没有丹田？哎哦，这是肚脐下面。哦，这边。好，哦，你的肚脐在这里啊。对对对，哦，到肚脐下面一点点。这边，哦，OK。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想，我先离开。好，那我们走一遍。好，来，稍微我们练习一下哦。我先唱是不是？那我不是你先唱，还是我先唱嘞？他不会的啦，我还要还去啦。那您觉得这段你可以处理吗？可以马上转吗？这个要找师傅来。要找师傅哦。和平分手，爱别无所求，谁都不必太内疚。我想啊。今晚呢，可能我们大家都要加班了，翰林，可能要录到半夜哦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好，大热门的摄影。